大家好啊，今天做一道家常菜油豆皮啊，我们在家里怎么做又好吃又入味呢？这道菜要是做好了啊，就是最好吃的家常菜。我给您分享一下妈妈的做法。首先呢，把豆皮切成一厘米宽的条，再切点韭菜段，咱们呢碗中打入三枚鸡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啊，我给您分享一个在家里炒鸡蛋不粘锅的方法。咱们呢热锅下入凉油，油热后啊下入蛋液，让蛋液呀瞬间的鼓起来，再用勺子慢慢的推动，给它摊至成型，再翻过来煎至另一面。其实啊，我给大家分享妈妈做的家常菜，啥都不求，只求啊您能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双击，您就点一个吧，辛苦您了。鸡蛋摊至成型之后啊，咱们用勺子铲成小块，盛出来备用。咱们呢锅中少放油，下入葱姜干辣椒爆出香味，来点老式的花椒面，特别的提味。然后啊烹出酱油炝锅，下入豆皮翻炒过来，加入半勺的清水，放入盐和鸡精调味，先煨制半分钟，让豆皮啊更好的入味。如果您呢是第一次刷到了我的视频，一定啊帮我点个关注，也许在您有啥菜不会做的时候啊，您刷着刷着可真就找不到我了。然后啊倒入鸡蛋翻炒均匀，淋入少许的水淀粉，勾个薄芡，让芡汁啊均匀呢包裹在原料上，最后放入韭菜，将韭菜炒倒就可以出锅了。豆皮啊您在家就像我这样做可好吃了。这就是我带给大家的美食教程，真实有效，特别适合在家里做。最后啊还是那句话，您呢关注我也许还真有点用，感谢您的